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Jack， 你要知道了，我们的感情是不会被人家知道的。我们在断悲山才可以在一起啊！明天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你要保重哦。我们离开这里以后，我也要去流浪。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前面。你不要忘记我，你不要忘记我。如果你以后流浪到一个叫台湾的地方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听说他们常换行政院长，五年换五个，而且他们都说要拼经济了，结果什么都拼不出来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去台湾生活不去啊，过不去，记得要跟我说啊。如果我活不下去，我一定会跟你讲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但是台湾的国防部长不会还掉，所以台湾还会花好多钱跟我们美国人买中国的武器。所以如果你赚大钱以后，你不要忘记我，你不要忘记我。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你啊？如果你最后被强迫要挤老婆生小孩，千万要记得不要去台湾生小孩。为什么不可以在台湾生小孩？台湾有什么不好？台湾的总统阿扁的女儿快要生第三胎，我为什么不能生小孩？我为什么不能生？因为他们的教育部长杜胜正又留任，看看他之前教改改成这样，之后他再改下去，小孩子一定会疯掉。所以要生小孩还是要回美国比较好。Ines， 美国哪里好？你看台湾有女的副总统，有女的副歌会，以后有可能会有女的总统，那个女的总统会喜欢我们两个。你应该要一起去台湾。不行，我们还是要分手了。最后我一些话要叮咛你，如果你真的去台湾，要学会一句话哦，话别开始变金贼啊。如果你听到有人说这句话，那可能是骗子哦，千万不要被骗了。话别开始变金贼啊，话别开始变金贼啊。对，很好啊。你要保重，你要保重，你要保重，你要保重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。十。